我觉得耀文他蛮可爱的，我们因为私下也接触过嘛，我觉得他蛮可爱，蛮有礼貌的，然后那长得挺帅的，挺好。哎哦，我哎我爱豆。当你和你等级不同的好朋友在一起聊天时，我王一博哥哇，会跳的舞种这么多，拿第一了。哇，你没看那个？拿第一了，拿第一了！哐一下就哇，看得我好疼啊！虽然好帅啊，哇，没想到他跳 Lucky 动作 ，Lucky Old School Swag， 绝了，都会。我们不需要安利啊，我们不需要安利啊。他的连续 power， 连续震动就是第一。那我们还是看一下加尔哥的点子。跳出来的东西多有趣啊！对吧，你看，等看我们张艺兴老师，哎，第一，我们，哎呦，第一，你知道他跳了些啥 ？Chrome 吧，帽子戏法那一段，对，太帅了！我其实挺想跟张艺兴老师合作的，因为他舞台实在是太炸了，真的。想看呀、啊，刚刚在采访嘛，就是那边有电视屏幕，就这样瞟一瞟，一直瞟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不会走散。